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嘞，来帮帮我订阅一下啊！刚刚在我做完我的工作回家的时候嘞，我头脑突然间想到玩个东西，遇到屁股痒，又做动我妈妈了喂。只不过这一次我想到，我就直接搬上荧幕给你们看啦。不过有时候想到要做动妈妈那种感觉是很爽一下啦。对不起啊然后今天我就想到，等下我们吃饭的时候嘞，弄到很搞味的声音啊，讲到很搞味的东西啊，然后看他反应会是怎样。我很久没习惯这样子单单拿相机了，没有那脚架，突然间不习惯。没办法啦，反正等下相机要躲着，将就一下啦。我马上开始来煮啊，走，我们去弄哈。电视机很烧，还开一直看。才开而已嘞。那个纸盒子很烧。我哪知道我才开而已嘞，我今天又没开始嘞。那什么汤？你养它。我有辅助，有排骨啊。你有看过了呢？有。我们过了一个人就完了，两块钱。我煮这种汤啊。这种汤是好汤来的。我吃了，我要吃。哎，为什么人家这样很重的呢？你是说高粱米？要不然你都白了。不，我中国最近哦，大便是不是很硬哦？大哥不说，大哥没有多大的。我讲啊，没有水呢，怎么讲？水是最重要，排毒的你会领啊。其实我问过什么大哥，我不懂。我妈有时候就是那种。你排便如果你排便，不是老北家伙，你说啥便？水水啊，我那种一粒一粒堵堵了。那我跟天气是嘛大便？你做好吗？做做吃了。他跟你讲这么可以吗？你有道德。吃饭不会讲这种的吗？破财呀，这种我讲。吃饭讲大便会破财呀？这样讲哦，拿了那个水水样子可以吗？哇，关键是煮那个男的哦，他那男的呕吐吐到整个那黄啊、那痰啊，哇，看你那粥样的嘛。都满地都是，你想一下，反正放到那边，堵住了嘞。讨厌的胃口可以吗？哦，讲别嘛，讲了吃过去也大便了，不小心了。我那边从那大便的龙上来在嘴巴这边。假的，真的讲的。你这么笨啊？乱讲的啦。别闹了，讲话。哇哇，我大便了，有帮助了。屁有味道吗？哇，这是有高远的，不可以这样。辣椒啊，胡椒粉全部打下去，点碎掉那个，哇，挺好味的。那昨天那个瘦身的那个什么，我们讲排毒的，哇，然后那边捞到我，真的。几岁人是瘦身，好心你啦，嘴巴尖一点就好了哦。没有，他就讲吃怎么了，排毒啊，哇，那个。水水的嘛，变成那种粥那个，哇，水水的嘞。去买水。人家喷出来了。我顺便隔断点。嗯。那来不及了，那个拖鞋就大便了哦。又来得及，我是等等吃的。你老人家嘛，你老了啊。哦，没有分，想大便嘞，等我。去打去打，你打回去找回我，你不是。我看 YouTube 哦，他们有些人拍那种自己解剖啦，各他藏入来呀，那种啊。你去哪里看啊？直接看那种东西。他就跳出来有那种藏，哇，那藏里面有条大便在里面的，那藏还有哦，还有水滴出来的嘞。看那边，你去读书，读一个医科。我不要哦，大便。人他们也都吃，大便能上班级。你这大便也都吃，太大便了。
几个 A 回来应该。现在没读书，还有没有 A 呢？啊，除了几个 A， 现在讲这种东西。我北边那边跟大南南不一样啊，青青色的。你没有读书，没有读到的呢？听不懂哎，这个现在讲大北那边拉错了呢。谁？你啊？我一个人哦。什么？晚上不敢看。以前不是敢看的吗？你不叫我不怕，这是自己的家，现在怕了没？不是怕，不想看。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屁是肚中的气，出来由天地，吸不吸随便你。旁边哦，他刚头转过去哦，他是没有发现到的，懂吗？来，闪人，闪人，闪人！哟，你看，然后我刚才看见的原因就是哦，当你看戏哦，他就有声音了，这边就会录到了。我这边注意到哎，放在旁边没注意到没？没看我这么贴近，是跟你讲大便的东西。为什么我这样喜欢弄我妈？就是因为她的反应真的是太好笑了。我没有注意到，真的不知道啊。要不我跟你讲啊，不要带出街，不要带出。带出怎么接？我影片要讲带出街，因为我是卖那种 C C D D V D 啊。这个片不要带出街。等一下我就剪了，明天就上了啊。OK 啊，所以我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跟我讲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